这个是自家种的胡萝卜，家人们，这个颜值真的是鬼斧神工，一言难尽呐、啊。还有这个还是大长优腿，还走个雅猫永步，不过看我时。把你削掉，把你削掉。今天我要做一个胡萝卜炒肉，把胡萝卜切好之后就开始弄肉啦。这个瘦肉丝我先加盐，再难得生抽，加点水，再加点生粉，还加点油，咱们把它拌一下哈。拌好了，拌匀了放一边。材料准备好之后，咱们起锅烧油，把胡萝卜放里头，然后开始炒哈。把胡萝卜炒一炒，炒一炒，炒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就先把它省起来，省起来先放一边哈。然后放入肥肉，好，还是加点油吧，加点油好炒一点。把这肥肉炒一炒，炒焦一点，这样吃起来就没那么腻了哈。炒一会儿之后，咱们再加入瘦肉，好，把瘦肉也放里头，继续翻炒哈，继续翻炒。然后咱们加入生姜和蒜，胡萝卜也放里头，好，这样一起炒哈，一起炒。然后加盐，难得，酱油，鸡精，好。然后大蒜叶子也放里头，继续炒哈，炒一炒，炒熟了咱们就起锅，看看我这个就胡萝卜一滴水都没有放哦，家人们，我就是觉得把这个油都炒到这个胡萝卜上面，每一片都沾满了油才好吃哦。我做的这个胡萝卜炒肉怎么样呢，家人们？